它这个房子好神秘啊，怕不怕？地道弯弯曲曲的，要拍恐怖片都可以。今天的 location， 一个很漂亮的古老的房子。今天在这里拍最后一天，看这房子很漂亮，这个后院。差不多了吗？差不多。今天要白发吗？哦，现在这个 scene 不用。哦，对，我好像要导演。那我往上看一点，就往上看。好，这也用。我好像很多都没有头，没有露头。对对对，没事，还是给您打个底，然后万一带到，就不用赶紧。预测未来，这个房子很漂亮，像个古堡。Excuse Wife and husband in green suit. Yes, I have. Yeah, basically, 先把所有的灯拿掉，都是裸眼。那酒是 pick up 拍的。多长？因为就是他爸爸在这做泡沫。Action， 妈妈走。Charlie Bob, 饭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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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饭
每个大房子都有一个这种。它这个房子好神秘啊！你看这边好高，然后继续看，进来。怕不怕？然后这还有一间这样的房间，不知道做什么呢。继续走地道，弯弯曲曲的。这拍恐怖片都可以。Just bounce and light all the way. 金库真的是金库。That wall is already doing the job. I mean, it's more like. 哇，这个好神秘啊，这个。啊。Daniel, thank you so much. Rock and roll.